那个谢谢大家来，谢谢大家来，这个让他的最后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这样。然后很巧，就我今天刚好认识他30年，30年前就是第一次跟他拍戏，对啊。然后虽然他后面几年就是因为个人的这个财务处理的不是很好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仍然不影响，就是我相信在观众心里面也好，或者在我们朋友之间也好，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善良、很正直，然后很大方的一个好朋友。那我会记得他所有的好。谢谢媒体朋友今天这么辛苦、这么热跑来记录他的最后一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哥，最后一次看到郑明哥是什么时候？还没看到，只是没想到说，对不对？这老朋友都这样，这样，等一下看到再说吧。最后联系的上次，上个月吧，上个月还上上个月，IG 嘛 ，IG 他敲我吧，有一些事情问我，然后问一问，讲的不够详细，我们又通了一个电话，大家讲。那时候建明哥身体状况很好。其实我们不会问，他也不会讲，因为他问我事情，那我只是回应他要问的事情，然后回应的不清楚，我们就通电话。你知道我们男生就这样嘛？哎，你最近好不好？那大家说好，你最近好不好？好。那感恩碰嘛，感恩碰就他妈就今天操。哎，谢谢大家，我真的也不知道讲什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文明哥，谢谢你的，谢谢你的，会吧。